除了两位的歌星当然是焦点，而另一个焦点就落了在 Gigi 的装扮。其实我看到 Gigi 是真的一天一天长大，长大到今天高了这么多。因为高真的比较高。是的， 你因住我啊。其实我也有想过。但是呢今天这一套装束好像没试过，好像有点成熟。是啊，他呢，我有時那些短信裡面說